哎，就是那个，等一下，是那五号举手在吗？在。啊。搞得我最后面自我就看你们都转好圈，我一个人。我觉得这种心理就是。我就是把该事给。我会 hold 住的。你们没有，你们把事给好面子啊，给他，给我，我 hold 得住。给他。以后是不灰心女装。因为他确实有个实力。五号选手是吗？你好，我们的规则是五个评委来听你唱歌，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唱歌。然后呢，到45秒的时候，我会给你一个手势。然后，如果五位评委听到你的唱歌，然后很喜欢你的唱歌，都转过身来的话，你就算通过了，好吗？一会儿你不用介绍自己，他们有记录，你就可以直接开始演唱了。我需要说我唱的。啊，也不用，谢谢。可以唱。我试过完美放弃，的确很踏实。醒来了，梦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。情歌的词何必押韵？我又不是 K 歌之王。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，只能说我输了，也许是你怕了，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，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，只能说我认了，你的不爱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就是你确实结束了，是到底算一件事情。五位评委都转过来了是吗？那最后我们肯定都转过来了。不是，超神你是？我是算过。你是算过是吧？那他就过。于霄也过，五人都过了吗？五人都过了。都过。但是我觉得刚开始声音有一点点干。OK， 我觉得好像打开了。我有点紧张。好，其实还不错，但是你是哪里人？浙江。对，我也想说。你平时讲话是你唱歌那段？我讲话比唱歌稍微粗一点点。还有就是，我感觉这普通话有些咬字不清楚，当然没关系了。对，唱。这就是唱的非常好，我觉得，就是一下感觉就怦然心动。好，谢谢。因为每次都要来点这节目。OK， 好，恭喜你。恭喜你，恭喜。请问六号选手在吗？转吗？哎呀，别管了，别管了，我烦了，这举手吧，我觉得举手，我觉得里外是一个人就够了。啊？我突然觉得里外一个人就够了。对，你可以去找一下七号，你等他们说你让七号选手都准备了。再唱一段问一下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说原唱，能不能让他们再唱一再唱一段？如果觉得可以，这我觉得有一种不确定性。可以。然后我再给你们唱一段。先生你好，我们的规则是，下五位评委听你唱歌，如果他们喜欢你唱歌，他们就会从这你的那边转过来面向你。如果五位评委都转过来了，你就算通过了。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唱歌，然后不用介绍自己，或者直接唱就好了。到45秒的时候，我就会给你一个手势，明白了吗 ？OK。好，你可以开始唱，加油。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它会
大龙。这样，你真声假声换的其实很好，但是在假声部分，我觉得你音准不够，不够好。就是还有一个评论，我再觉得，我能说两句吗？啊，可以可以说。我有点紧张，我一开始前两句，然后忘词，导致我后面就会就是在。长得太长。我觉得我不想，想听吗？你还有什么第二首背景歌曲？只能再唱一遍。再唱一首，换一首，然后你稍微短一点，可以给你大概30秒，我们大概让你去让。那个你起调的时候就是不要起的，我看感觉到最后有点高，那个有一个最高的音没有顶上去，你稍微那个不要太高。行，我有点忘词，我问什么？可以，其实忘词没事，忘词没事。对，忘词不要，你主要是声音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山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山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锁在自己的眼眶。我能原谅。其实我觉得第二首歌反倒唱的有问题，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跑调了。啊，一开始好像，但是就是差不多就会稳一点。我给你过了。但我觉得第一首还是看打分吧。我没给。你不给，我也给过。就这个坏人，来，记住他，记住这张脸，还有他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张脸，就是这个鹰。吹的好像门口猫的，就对，就是盖来的。我觉得你第一首歌的时候就给我感觉就是有一个最高音的时候，你顶要破但没破，其实没顶上去，但是感觉就有点刷，有点要破的感觉，但其实你没破。但是第二首你选了，我觉得好，第二首没有太高的音，比较稳，所以我觉得你适合就是那些中音频的段的歌，可以多选，因为最上面你可能会今天发挥好，今天我顶上去了，明天可能就顶不上去。第二首我觉得你整个表现比较稳定。谢谢。能说吗？我不说。哎，能不能不用话筒？下一个人。我真觉得话筒用的挺帅气，他所有东西都。而且有个那个 lag， 就是。对啊。只有我用吗？对，你可以用，对，想想不用。我们也用。好吧。我们可以用，咱们说话都不错。也就考验你一下。谢谢。这是。